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系史坦，今日咧要分享一个好紧要嘅信息，希望大家能够知道咧，无货或者系叫做靠 game 钱过活咧，其实系好紧要嘅。OK， 嗱，揿落去转会嘅时候咧，你会见到啦，哇，呢个乜嘢嚟啊？咁其实咧，呢个系一个真系转会市场啊，唔系 key 图啊。因为转会市场咧，除咗你会除咗由建筑物去提升之外咧，其实咧系会出现咧，或者系有机会会出现咧，你哋手头上或者球会上现有嘅球员嘅。咁所以系咩意思呢？就系讲紧假设如果你有好似史坦咁有山齐士嘅，或者啱啱抽咗拿卡石石嘅，拿卡石迪嘅，或者抽咗呢、这个苏亚雷斯、艾苏亚雷斯嘅。在你的转会市场上面呢，当透过刷新的时候呢，是有机会出现的。但问题就是你有没有钱啊？你看到这个 S 级球员呢就4800万还可以啦，是不是？但去到 SS 的时候呢是讲2亿的。钱从何来呢？这个是后话。但至少这只 game 是能够提供一个叫做一个免费，冇话免费啦 ，game 钱嘅渠道咧，去买到你自己心爱或者喜欢嘅球员咯。但系有一样嘢要讲嘅，我而家呢个状态，因为我拥有呢几张啫，系啦。咁如果你要透过一啲叫做由零到冇咧，真系要透过去额外解锁或者去提升球探嘅等级咧，先至能够攞到更多高质素嘅球员咯。所以咧拍呢条片咧，短短可能两分钟，就是希望话俾大家听咧，兄弟兄弟，我们有希望的，我哋有希望噶。OK， 嗱，虽然两亿咧对于史坦嚟讲都系好贵，我而家都谂紧要唔要好，一系就卖身家筹期咯。如果唔系点啫？系咪先？坦白讲，即系而家你冇理由为咗只即系 SS 而放弃两只可以觉醒噶嘛？系咪先？虽然我知道觉醒一只 SS 都好劲。唉，所以话咧，打机同现实都系一样，钱系好重要噶。OK， 唔系讲紧钻石喎，系讲紧 game 钱喎。点算咧？我都谂紧系咪要卖身葬冚家咧？唉，我谂谂先，我唔知究竟系我已经后悔，我卖完身再算，好嘛？好啦，但系呢条片话俾大家听，透过转会能够得到心头爱的球员啦。咁你记住，球会建设咧系要透过你平时好努力咁去刷联盟啦，或者叫做刷联赛啦，去提升嘅。咁所以譬如话你见到啦，球探社佢会有晒条件嘅，譬如话你联赛等级要去到两级咁样。所以大家记住啦，千祈唔好偷懒，每日入嚟征途呢个位置打爆佢个联赛，一有次数即刻打。好重要，所以讲三次，就是为了要提升你球会的等级咯，好不好？好，下条片再见 ，See ya。